要说起晚会谁最忙碌，那肯定要数周深了。今年他将参加江苏卫视、北京卫视、 B 站跨年晚会和央视跨年，还有已经过去的天津卫视的年终演唱会。一个晚上四场跨年晚会，周深再次成为跨年晚会最强打工人。很久没有在这么大的地方唱歌了，就会心中会感觉下面都是观众，有人去听你的歌，然后从里面汲取到东西，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一定会踏上新的征程，就像来到了新的工体一样。踏上新征程 ，BRTV 北京广播电视台跨年之夜，2022年12月31日19:30震撼播出，敬请收看。周深参加的2023北京卫视《踏上新征程》跨年之夜，于12月31日晚19:30播出。周深第三次来到北京卫视跨年，与往年不一样，这次周深的舞台是一个旋转的 CD 唱片，满满的年代氛围感。演出现场在北京工体，能容纳约60000人的场馆，真的有演唱会的即视感。果然北京卫视太会了，周深太会了。其次，周深演唱毛阿敏的歌曲《渴望》，这首歌曲最早在1990年由毛阿敏演唱，这是周深继《相思》之后再度演唱毛阿敏的歌曲，老歌新唱，经典再续，超期待。首都工体对北京人而言意义非凡，能在工体演唱的歌手是一个艺人音乐生涯里重要的一环，是非常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周深有幸能和那么多有阅历的歌手和知名度很高的明星在首都工体亮相一展歌喉，这不仅只限于国内人看到吧，这真的是周深音乐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现在走来的是一双举起麦克风后就像举起一束焰火温暖心灵的手指，让我们欢迎周深。2022最美的夜，哔哩哔哩跨年晚会节目单出炉，周深将在 B 站2022最美的夜演唱四大名著连连看和焰火。其中四大名著连连看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形式，让人着实好奇。难道是好汉歌、黄明梅、滚滚长江东逝水和敢问路在何方四首名著主题曲的串烧？若如此，那太让人期待了。 B 站跨年夜在12月31日晚20:00播出，锁定江苏卫视2023跨年演唱会，19:30和周深一起用奋斗点亮幸福。百年、青年、有力，三个词语非常不够。最后一个就是央视跨年晚会，今晚8:00，央视跨年晚会直播剧透，每个表演者都提供了三个关键词，周深是百年、青年、有力。盲猜应该是共青团100周年主题曲《有我》，期待今晚的舞台。一年来，周深多次在重要舞台献唱，给我们奉献了多首好听的歌曲。他在各大综艺节目里的表现，也让我们看到了新的试点。这一年，周深的进步和发展，收获了更多粉丝的喜爱。今晚和周深一起迎接新的2023年。
贝，宝贝不能乱喊。就是。重新回到起点。